呛哎。那为什么我们北部要用这样？差别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基笋，笋子不一样。对，长得哪里不一样？一个重生，一个散生。哇，你讲得好专业哦！你有练过？你昨天有 Google 先看一下那个 Google 老师怎么学的？刚刚 Google 刚刚才 Google。好，不是，不是安尼啦哈。北部的竹笋，今麦一斤偌济？哦，恁即摊你知我了钱，你敢知？是啊，真正了钱，我无骗你，因为现在是竹笋的，那叫做阮叫做内水啦，内水咩来讲？竹笋有两个高峰期，六月中哈、啊、跟差不多八月中、嗯，就是一个大笋期跟秋笋期、嗯。那中间这段期间刚好在七月中，嗯，无得笋，哦，嘿，所以呢，现在的竹笋上贵，我讲起码起给至少150啦，嗯，啊对吧？哈、哦，有在买竹笋的知道，哎，我刚刚也是因为竹笋不够，我去多买一些竹笋，所以迟到，还是啊。那因为北部的竹笋比较娇贵，比较价格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在采收的时候，我们会比较细心。嗯，我的头安背背背，安尼切了后啊，笋都爱不好。为什么？你看有手套哈，就是那个切割面尽量要保持干净。哦，你在北摩利克加菜市啊，你们在买的时候，那个笋头遐歹，请问来、啊，我可以买点笋嘞？笋头足歹，足垃圾，要变哪？在下，对不？安怎让你下了了啊？一斤150呢，还下嘞？哦，我看那个阿桑他们在买竹笋，我、哦、都看了都会觉得说，哎、所以现在你们今天有来参加，我要告诉你们说，笋农很辛苦啦，不然你看你去挂矿板的灾，啊，不要一直削啦，你知道吗？我讲一下你们那个，那个阿嬷哈。